听完职篮年度奖项，台啤永丰云豹后卫高经纬平均14.3分、3.5篮板、4.9助攻，外带1.4次超截。先前和队友克罗马蒋玉安一同上榜年度第一队，新人王老早被视为小高的囊中物，他也获得参与票选媒体全票肯定以及球迷支持，一如预期的动算第三级新人王。转播过程当中，多次被球评称赞心脏超大颗的高经纬，到季后赛继续展现他新生代国手破坏力。总冠军赛面对战神小高，第二战在桃园巨蛋主场，27分5篮板3超截，表现全面，包括投进3颗的三分球，是目前云豹系列赛3连胜率先挺牌。除了卡森斯、克罗马两大洋将和本土一个小安带头冲之外，不容忽视的重要战力。至于黑马姿态，新成军就杀到冠军赛的战神，目前隐忧是有点扛不住表弟，被他3场平均缴出25.6分14篮板。战神在争冠舞台濒临淘汰，周六第4战如何在和平馆开壶延长战线？球评也分享他的观察。如果你打得越慢，越会去凸显两队在实力上面的一个差距，所以我觉得打立足未稳哦，在团队的部分想办法把比赛的节奏拉到极快，然后在每一波防守成功，甚至于在对方进球的情况之下，都用最短的时间内去把球权给攻击掉。有时候我们打篮球是这样啊，你觉得对方三分很准，但是有时候你守区域的时候竟然是有效的，所以你永远不知道场上的变化是什么。处于落后的这一边，因为节奏不在你手上，你真的只能就是一直试一些东西。大锁林炳胜招牌防守依旧，猛的是火力更加抢眼。总冠军赛3场平均砍了29分。双洋将强森、恩多比例行赛火力稍减一些，绝对需要感谢的 Michael 曹勋相撕裂防线，以及射手小台黄忠汉支援长城炮火，才有本钱捍卫主场，避免被横扫出局。YTV 台干棒姐黄华君采访报道。